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嘉宁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我们开第二频道了， yeah！ 叫做放量级放生活 FUN。那里面的影片呢，会放一些 vlog， 一些生活影片、随手拍、小剧场、开箱等等的影片。小什么？再次。小剧场。嗯，小剧。换小弹珠哦。小剧场。小弹珠。那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支持我们的第二频道，然后帮我们按订阅。那之后呢，我每天都会一直拍，一直拍，一直拍，一直拍。所以呢，我们重量级有我们重量级的主频道，大家按订阅，还有我们的第二频道就是重量级放生活 ，Andy 老师他自己独家的频道，还有我嘉宁，大家要支持我们这四个频道。OK， 大家拜拜。